嗨，徐明。嗨。Hey bro， 弄好了吗 ？Of course 啦。你的 proposal 我都看过了，你的 contract 我都拟好了，你可以叫 Katie 过来签约了。但是你的 proposal 呢？你写完之后你没有做个检查，错字连篇呢你。好啦，这熬夜做的应该会有些失误嘛。谢谢韩律师，那我赶快回公司修改。啊，那我们一起回去。哎，不一起吃饭吗？哦，我们吃过了。你们吃过了。我在 office 帮你处理这些事情，我现在过来，你跟我讲你吃饱了。那不是啊，你之前不是说我要？还是你们聊吧，我先回公司了。OK， 再见。啊，辛苦了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是，你好意思啊？我一个人在 office 埋头苦干的，一条一条帮你看你问题在哪里，还错字连篇。现在我过来，你跟我讲你吃饱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等我吃饭呢？你才好意思啊！你之前不是教我让约他出来吃饭的吗？现在又这样子，我没有叫你重色轻友啊。那我刚刚难得跟 Sue personal time 没有了啦。But you have a lot of personal time with her, OK？ 啊，你跟朵拉也是很多 personal time 嘛，那花一点时间做这个，在那边哭爹哭娘的。我还求爷爷告奶奶呢，你本来就应该等我吃饭呢，你懂不懂感恩啊你？好啊，吃什么？叫服务生过来。我这边很熟，帮你叫好不好？这边白饭最好吃，点白饭就好。加个荷包蛋嘛。没有，白饭最好吃。啊？服务生，白饭一碗。那是你吃的炒饭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哎，国良。啊？你觉不觉得朵拉跟韩律师很速配啊？你看，朵拉她比较慢热。韩律师呢，他比较积极，比较主动，他根本就互补嘛。我是觉得朵拉现在好多了，他之前太硬了。朵拉谈恋爱，我要替他开心。我也很替他开心啊，但淑婷想一下啊，朵拉现在都谈恋爱了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。我原本想说我们是最早结婚的，结果没有啊。你看宽亮和曼丽先结婚，那就算了，我们还输给45和36，哎，太不公平。那我要跟你道歉哦，是我不够积极，是我不够努力，我当不上总编。淑静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打电话给方总，请他把美妆要卖给我，这样你就可以当上总编。你是不是在想，要是当上总编，带人会很麻烦、很困难？国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最近佳姐不在啊，所以我对芷芸有稍微比较严格一点。但是我就开始担心，因为刚开始总编带我的时候，他的确是很严格，我当时的确是很有挫折感。可是我同时进步得也很快，那我一开始对芷芸就不是用这种方式啊，我怕他会有挫折感，或是他会误会你。那这样子嘛。如果芷芸不了解你的用心呢，你就直接跟他讲。要不然你就学方总或是佳佳姐，工作的时候该关心就关心，如果一般时间你就把她当成好姐妹或是家人。嗯，我哪有办法说转换就转换啊？那你就把她想象成是我。我把她当成你，这样你就会对她又温柔又体贴又娴熟。哦，萨，我不是自以为是好管闲事吗？我你怎么还记得？我都忘了。这种事情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你怎么还记仇啊？这里啦，干嘛吓人啊？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想说我怎么没跟上来？哎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！我跟你讲啦，你这辈子怎么甩都甩不掉我啦！好啦好啦，走啦走啦！我准备吓我了。没有吓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早来。是不是很惊喜？睡沙发了。是很惊喜。
到底跑哪里去了？哎，秀明，干什么啊？啊，发生什么事？有蟑螂啊！有蟑螂啊！蟑螂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跑哪里去，刚从这边跑过去。你也怕蟑螂啊？嗯，没有啊，我不怕。那你上来干嘛？因为你怕，我陪你一起怕。那你下去找他们在哪里，把他打死。把他打死啊？哎，小强出来了，小强。小强出来哦，小强。没有啊，小强都跑掉了，下来了，不用怕了。没有啊，他刚刚从这边跑过去，你要先抓到实体，不然我不太放心。真的这么怕蟑螂哦？废话，那不然我人上来干嘛？可是蟑螂怕人啊，啊人来了蟑螂就跑掉了，不用怕了，下来了。不对啊，那他等一下跑出来怎么办？没事，你就下来了，不用担心，下来下来。我不要，不行，我不太相信，不行。要不然，转移注意力好了，唱歌。好想好想你，好想告诉你，好想好想躺在你的怀里，静静听着你的呼吸。还记得那年的旅行，幸福甜蜜的表情。那一刻希望时间能暂停，看吧，是不是比较不害怕了呢？啊，来，可以下去了，手给我，手给我啊。好想好想你，好想问自己，好想好想靠在你的怀里，静静听着你的呼吸。手给我啊。走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先抓到实体再说。这样子好了，你上这个椅子，我推你过去。那你要扶好哦。可以了可以了。坐好了，出发了。小强，小强，快走开！把秀明吓得像个小孩，像小孩。干嘛啦？唱歌可以赶走小强吗？真的是的，他们一定是把便当吃的扔在这边。搞不好是你吃完的巧克力自己垃圾没有丢。是吗？那应该要消毒喽。好了，你看。我们这样转那么多圈，小强都被赶走了啦！啊，你这么夸张，你先回家啦！不行啊，我 proposal 还没有做完。你 proposal 我来改就好，你先回家。不行啊，我的工作怎么可以让你做？啊，你又不回家，你在这边又不能做，那怎么办？要不然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做好了。你又确定你办公室没有蟑螂？肯定没有的。你确定？啊，我如果有小强的话，我应该会发现的。走啦，走啦，下去，走啦，走啦。关门了。好，电脑可以去用了。你去检查一下。是真的没有蟑螂，哎，你看，没有啊，没有。这边也没有啊。都没有了，没有蟑螂了，不要担心了，可以去用了。看吧，都跟你说没有蟑螂了。你照片要不要换一张啊？马上换。这张很漂亮啊，我想也不要。
这张好了，就比较像兄妹 ，close 一点。嗯，你继续啊。认真的女人真的很漂亮。何老板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子韵，你刚刚在看什么啊？该不会是在等关亮吧？何老板不是只是去买个东西吗？怎么那么久啊？哦，关亮他可能买完东西就直接回家了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子玉，这边我们来收就可以了。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？哦，没关系啦，我家就住附近，我们这样收一收比较快。哦，其实你们两个都可以先回家，我来收就好。好啊，那这样那就麻烦你了啊，子云，我们一起走吧。OK OK， 快去吧。好，那交给你了。好，这样那麻烦你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回家小心。好，拜拜。是，谢谢你陪我等公车。哎呦，没什么啦，我要搭公车啊，顺路顺路啦。哦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你还好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撞到而已，没事没事。真的没事哦？嗯，没事啦。那子玉，你觉得何宽亮怎么样？我是蛮喜欢何老板的，但是他会喜欢我吗？我是说，以认识一个新的男生的状况来说。我觉得何老板人很好啊，大家都朋友嘛。子云，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有问过你是不是喜欢何宽亮？你那个时候回答我说，你们感觉只是朋友，对吧？对啊，大家都朋友嘛。其实我们感觉得出来，你对何宽亮应该不是只有朋友的感觉。你不要担心哦，我们大家自从曼丽离开了之后，一直都很希望何宽亮可以走出来，拥有一个新的恋情。我也希望啊。一直都很希望何宽亮可以走出来，拥有一个新的恋情。我也希望啊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也希望何老板可以开心快乐，找到新的恋情。如果你是因为你是女孩子，不好意思讲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你知道我这个人什么都敢讲，我可以帮你。可是我不知道何老板。你说何宽亮心意哦？放心啦，这个我们一定也会打听好啊。只是我想先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何宽亮。要是你没有喜欢他，我就让大家误会你们，这样也很不好吧。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。万一问了之后，我怕我跟何老板见面会很尴尬。怕会尴尬？那所以也代表你对他还是有一点感觉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没有问题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没事的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你不是要坐公车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是顺路经过这里，然后我公车站在那边呢。哦，
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嗯，住下来了，你坐那脚。好，啊，你就回家擦药哦，小心。拜拜。小心哦。啊，拜拜。老公，老公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老公。哦，老婆，好，哎，你要问我什么？我问你哦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都怎么跟他开口的？你问这个干嘛啦？不能问吗？不然你以为我要问什么？我才没有以为你要跟我讲甜言蜜语的，绝对没有。哎，干嘛这样啊？我现在很需要老公帮我解答哎。好吧，既然老婆当然需要帮他解答，那你就问吧。老公问你哦，当初那你喜欢我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开口的？为什么我怎么记得你没有讲就跟我求婚了呀？哇，你问这个要干嘛啦？我就想知道嘛，你回答我。就是怕被拒绝嘛。哎，那这样不公平，我都没有拒绝你的机会。哎，所以你原本要拒绝我。来哟，快来哟，来哟，来哟，快来哟，来哟，快来哟，来哟，来哟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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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哟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在拒绝你啊。嚯，你这样子赖皮耶。哦，就是睡觉，奇怪。今天跟他出去就跟当年连一样。虽然我没有办法肯定我是不是你最后的那个人，但我很开心我收到你的初恋。我猜那一张日历应该是你最后想丢掉的吧。为什么那样说？要不然你不会这么舍得在后面写字，还送给我。你可以再抽一支钥匙。纯正信函什么时候回复啊？不是已经回信给你了吗？那不是正确的方式啊。不管你回不回，我还是一样会继续追求你。你觉得同学可以变成恋人吗？他是那个对的人吗？我不是也很期待这段感情吗？那我到底在抗拒什么？我的初恋。假如那天我把钥匙拿回来，那这上面写的初恋会不会就是我了？假如我成为朵拉的初恋，那十年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吗？其实整理家里呢，我觉得就像整理自己的思绪一样，做家务是舒压的一件事情。
我也该整理整理了。帮我一下，然后移一下那个。好，对，真的细。1、2、3 OK， 谢谢。啊，哇，好吵哦，假的。哎，我就是想说假日大家都在啊，就可以一起整理啊。反正你都起来了，就一起帮忙吧。好了，那我去刷牙洗脸。哎，你不要跟我去睡回笼觉哦。啊，不会。是谁大那么吵？大明白就是你，脸那么大那么吵，很奇怪哎。秀明说家里有蟑螂，我才要打扫的。壁虎啊，哪来蟑螂？啊，你要扫就安静一点嘛。我又不是很想扫，不是 Dora。但是委屈你了，坐对不起。你要进来，你赶快。茂林开店了，去叫秋婷了。躁郁症哦。你现在就吵了，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吵！光鲜要你扫一楼，你扫不着大。站出来去，你说对不起。50。50啊，叫我吸嘞！吵不死。我妈那边扫没哦。怎么样？在看子云会不会来啊？说什么？在发呆了。哎，我就不相信你都看不出来子云对你，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哦？在看子云会不会来啊？说什么？在发呆了。哎，我就不相信你都看不出来子云对你，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哦？我有什么感觉？我心里面只有曼丽啊。你是怕忘记曼丽哦？你放心，你们的感情那么刻骨铭心哎，不会忘记的啦。我也相信我心里面有个位置永远就属于曼丽。那就对了。曼丽永远都不会变淡，少的呢，只是你想起来会难过、会伤心的部分。而且说不定曼丽知道你过得很幸福，她在蓝天的另一端，有一天也感到很开心啊。就是了，谢谢。谢什么？三包。不是你们太积极，给我压力很大，好不好？我说。哎，喂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早？哎，休假怎么不多睡会？啊，就 Dora 一大早在那边大扫除，然后用吸尘器那边吵吵吵，把我吵醒，我还一起大扫。哎，那你们怎么跑来？结束了？我的部分是已经扫完结束了，就过来。那你们吃了吗？吃了。对啊，你那不就是 Dora 跟秀敏两个在扫而已？嗯。啊，你们没有帮他打扫跑来这边？我靠，要担心你的润儿偶泥哦，那家已经有叔叔了。叔叔就我。No， 你是 Uncle Hanson。怎样又怎样？我今天来这边是要给你惊喜的，好吗？惊喜。为什么你那两个刚才花钱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！哎呀，秋婷。干嘛搬家啊？谁跟你搬家？你东西很多哎。拜托，这个是之前雅思留下来的，
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处理掉。牙齿留下来的，那你就把围巾拿出来用啊，然后那个相框把照片抽出来就好。哦，我上面怎么都记得那么清楚？对，他都拿出来试穿了。对没？哎，徐蜜，你的东西最少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还给总监的本子。哦。哎，那黄色小刀是什么？那是我的，我拿去还他。哎。嗯。王志飞，你这个才是对。哎，怎么会有那个轩轩送给老高的信？轩轩也可以送我啊。来来来，别拿别拿别拿。什么？来骗啊？好啊，那你雅致的围巾给我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干燥花球是大有来头。想当初我把这干燥花球给打破的时候，老高都上去遇罪，现在他看到的话，他会对他流鼻涕。拿来啦，干嘛？等你要回来请过去扫地的时候，我再给你。是怎样？假日临时把你们找来，主要是为了这个爱神药、舒缓期记录，还有紧实抗皱原液，他们想要在我们的杂志下广告。成分跟成效已经在说明书里面了，所以呢，你们回去试用，记得写新的报告给我。嗯 ，OK。这款舒缓奇迹露呢，其实它的用法就跟化妆水一样，非常的保湿不黏腻。还有这个爱心胶囊，它里面就是抗皱原液，非常的奢华。你们现在可以试用看看。嗯。它吸收很快，而且完全不油。哎，佳姐，那你上次要让大家试用那个蜜粉？哦，我跟李董事长讨论过了。毕竟现在大家比较着重保养品，所以我们先从保养品开始。而且这次刚好我的行程也提前结束，就顺便带回来。反正等你们先试用过之后，后续我们再来讨论宣传跟企划。哦，对了，子云，这一次的访问稿写得不错。不过距离专访还有一段时间，我想你可以先回去想想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，在专访以前，采访稿都可以修改。其实都是淑婷姐教我写的啦，我原本写的超烂。没有啦，我只是点一下芷云采访稿的重点而已，还是她回去消化之后才写出来的。芷云，不用那么紧张。以结果来看，代表你有进步，只是可能还不够，那就继续努力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佳佳姐。那佳姐。我们后续跟群展的那个活动哦，我也跟黄总监联络过了。这次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内容跟进度，而且也有互相交换意见。这阵子辛苦你们啦，不过千万不能松懈，还是要继续加油。是，好的，产品拿回去好好使用。好的，好。那对了，请志强，他现在状况还好吗？他有越来越好，而且他的味觉也慢慢恢复。那就好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跟我说。好，谢谢你。韩大律师，不好意思哦，现在还不到开庭时间啊。哦，是哦，你要约我出去喝咖啡啊？我想想哦，哎，我待会可能要去摆摊处忙一下哎。好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。不过我真的要确认一下，我待会有没有事。嗯，好，我待会再跟你联络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潘朵拉，请问您哪里找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您是要我帮忙承租房子吗 ？OK， 好，那待会我们约一下地点，然后我要去看一下房子。对，然后再跟您确认一下基本的资料跟物件。嗯，好，那待会见，拜拜。奇怪，怎么这么急啊？当然，你要去约会啊？哦，没有啦，有人要委托我们帮忙承租房子。那因为对方是男生，通常是男生的话，我就会请学文跟我一起过去。可是我刚刚打给学文，他没有接，奇怪。那不然我陪你去啊。嗯？你 OK 吗？我 OK 啊。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去换衣服吧。嗯。
哎，朵拉要来了没有啊？怎么搞得我比你还紧张？你知道为什么你叫爱哭皇吗？因为你爱考爱对咯。干嘛啦？我们是 brother 卖 gay 搞啦。你根本就是来搞破坏的嘛。哎，讲到这样子，我今天是刚好没事好不好？哎，说不定我那个外出的经验可以帮你找到很多的问题。Shut up you。韩森。朵拉。来，让我来。黄总监怎么会来啊？哦，因为他爱考爱对喽。啊，不不，秀，你不要听他乱讲啊！因为我 brother 有事，所以我一定要出面帮忙。而且是他拜托我来的。我，没关系啊，反正看房子多一个人看也不错啊。请问，你们是来看房子的吧？您好，我是房仲潘朵拉，刚刚跟您联络的。房子就在前面。我去帮我老板拿个东西，你们先上去看。拿，钥匙。地址知道在哪儿吗？知道。小心台阶啊！小心。先找开关。怎么按呢？看一下那边有没有开关。这边没有。小心啊这电灯怎么一闪一闪？应该是有点坏掉了吧。哎，我去找别的电源好了。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？哎，里面还有，那快进去看看。真的要进去？不然你要一个人待在这吗？快点跟上。哇，是不是有人在这里办私人派对啊？是算命吗？塔罗牌啊！塔罗牌啊！下枕头的，对不对？爱护皇，你要吓死谁啊你？还是万圣节啊 ？Dora， 现在是四月。想说有灰尘啊。楼上还有啊。那我上去看。我陪你去。哎，你们两个要小心一点呢。好。哎，秀，你前面有人封锁线，那过去看看呢？不是，封锁线就代表不要靠近嘛。他们两个上去看了，我们当然要过去看一下。哎，秀，这样不好吧？哎，说嘛，小心，你自己才要小心。小心。慢一点。哦，怎么这边也这么多这个东西啊？这么多人形 model， 对啊，奇怪，这边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奇怪。
你没事吗？我没事了，我没事，谢谢。注意看地上啊！你才要看地上，小心一点。哦，我去看其他地方。那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怎么放这么多整人玩具呢？玩太大了吧！天哪！蟑螂在哪里啊？小明，小明，蟑螂！你这样我眼睛我看不到啦！小明，哪里？哎，小明，眼睛看不到啦！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海阔，你干嘛？没事，就是看到蟑螂跳起来了。没事就好。地上怎么人形呢？这雪糕是假的。假的。你枇杷膏的味道。这房子你们还喜欢吗？可以请你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房子里面会有封锁线，然后地上有些粉笔画，是不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？那个房子2年多前，我们是租给他们做密室逃脱的游戏空间。所以说，现场的道具跟布置都是他们留下来的吗？而且那里已经结了很多蜘蛛网。哎呀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吵了，我们老板就不打算再租给他们了。可是荒废了这2年。现在又想租了，所以您是联络人吗？我要怎么样跟屋主联系呢？我是帮忙管理，老板现在人在加拿大，以后找我联络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嗯，谢谢。朵拉，这个租房子要注意一点，像那种房子多恐怖。我们还是另外找一家。你不是在找房子吗？最近超级适合你啊！买啦，你笑啊！那房子走进去怪怪的，然后心里会毛毛的，找另外一间。哦，黄总监，韩生是跟你开玩笑的啦。不过我再帮你注意其他间，会怕还要来看房。睡。啊，你知道房子长那个样子。来，您的咖啡，谢谢。哎，对啊，哇，上飞怎么可能啊？今天假日而已，怎么会那么早起？不是都说要下午的吗？哦，再陪正阳直奔哦。不是啦，早上大扫除啊，扫到一个段落了。哇，你们终于大扫除了？那不就都让他突然想到？偷啦，不可能是突然想到的。对啊，地睡你们太脏了。哈，啊，不知道是谁之前跟雅芝那边吃零食。哎，那很久以前嘞，你自己还不是会在寝室吃零食？哦，你有看到？哎，好羡慕你们可以随时聊起以前的事情哦。哎，这样，他们女生以前的事情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哎，你也没多好。对啊，你好意思讲跟邱林吵架？哎，对啊。是你也知道。当然啦、哎，尚飞。那你们今天大扫除的话，你们有没有整理一些什么不要的东西，但还是可以用的？那你们那么多人，大家挤一挤，搞不好那些东西可以义卖啊，或者捐出去啊，不然太浪费了啦。啊，你可以问秋婷啊，东西那么多，而且都是雅芝的东西，而且她本来没有要丢，她舍不得丢。不是秋婷要丢这好吃的东西？嗯，但我拿了一点点。她这样有什么差？她看到还不是会睹物思人？多掉多可惜呀！啊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？啥不丢嘞？哦，他跟我爸爸去买菜，他说等一下再来接我。哦，啊，进去你们三个。嗯，对啊。啊，子云嘞，他没有来哦。对啊，他没有来。不是啊，他不在这边上班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一定是那个我昨天陪他
等公车的时候，他就哎呦撞到，哦好痛哦，撞到那个膝盖，可能痛到没办法来帮忙。他受伤了、啊。那要不要打电话关心他、啊？当然要啊，大家好不容易一场，一定要打电话关心一下啊。啊，我不打电话，还有谁会打电话关心啊？对啊，应该有人要打电话关心一下他吧？对啊。人家韩律师跟多拉约会，你跟去干嘛？在台湾也没什么朋友，就只有他，你还有素娥啊。那素娥都结婚了，我就只能找他了。你自己也是跟着来吗？我跟去是因为学文哥本来应该要陪多拉去的，但是他突然没接电话，那我刚才突然有空，我就陪多拉去啊。既然你知道他们在约会啊，那他们有什么结果？这种事情你问你兄弟就好了，干嘛问我？啊，你跟多拉都住在一起，我想说你比较容易知道他们的消息。他最近看起来心情很好，应该是还不错吧。哦，难怪韩生会说了了一个圆又起了一个圆，看来我动作得加快了。什么东西加快？没有 ，nothing， just anyhow say。哎，吃蛋糕好像不错，都还没吃就知道不错。看它的外观，颜色那么鲜艳，所以你只看鲜艳的外在。你会先注意到外观，然后才会去想尝试它，才知道它里面会怎样的。但是有什么东西，它外在跟内心啊、内线都不好，猜一个东西，在我们公司里面，你说你吗？你的委托人找你去看房子的时候，都没有人陪你吗？你不会觉得很危险？不会啦，因为平常都有学生跟着我啊。但今天我打给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接电话，我就想他应该在忙吧。说真的，今天很谢谢你啊。干嘛谢我？是你给我机会，也有这种事情，平常叫我没关系。怎么可以？你律师哎，这么忙。男人的事业很重要，没有错，但没有一件事情比你来的更重要。嗯，亚萍有事吗？没事啊。啊，要约我吃饭哦。如果你用这些保养品，一定会看起来更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很……你的状态已经很好了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朵拉的话，我希望你对她好一点。她是个好女孩，值得你给她幸福。嗯。该不会以为我学吉他是为了你吧？看来今天就是我们师徒决一死战的时候。没想到对面坐个美女。晴时多云偶阵雨，偶尔失去太阳的勇气，就算挫折浸湿了翅膀，梦想也不曾停止远扬。难免会哭泣，像倾盆大雨，淋着雨我陪你前行。仰望着雨后彩虹，幸福缓缓降落，手牵着手化作翱翔的微风，飞进了灿烂星空，把梦全都照亮。你让我拥有微笑的力量。谢谢所有医护人员还有防疫人员的辛苦，防疫之路我们一起努力，有你有我，我们一起加油。防疫期间大家多点耐心，多点爱。手牵着手化作翱翔的微风，飞进了灿烂星空，梦全